好的，我们接下来来处理这个多个人的部分啊，然后风格的部分，然后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啊。那刚刚这边因为调整的部分啊，没有把它的材质给它混进来啊，所以它才会造成这样子。我先把它删掉，那接下来调整完它就 OK 了哈。所以它的调整是这样。我给他两个，一个是 brown，一个是 blue 啊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回到我的文件那边啊，然后把变成文件，然后这个 project 要 save 啊，看一下这边是啊 blue 跟 brown 啊，那我现在再多复制一下这个。支持吧，复制，啊，它这个好像复制代笔了啊。那我接下来就一样 Photoshop 了啊，我做一个，你看，我就做三个国家了，三种颜色的啊。那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的细部也可以去调整。然后我这个就把 model 里面的这个 material 这个材质啊，其他都是它的那个坐标的单位的资讯啊。这是 block 啊，棕色的部分啊。然后我把荧幕分享一下，分享过来给你，就是这边啊。那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先做细部的调整，然后也下面调整。色相饱和度啊，你也可以色彩给我，自己们去选。但是我比较不建议，因为你看你这个洞的话，颜色怎么色调都会变啊，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。所以我主张使用色相饱和度，其实就可以把它的颜色都转到你要的啊，这蓝色，赶快做。那偏红一点啊，像红一点。浓一点，它就比较平衡，好，这样就比较平衡，确定，所以这边就完成。那接下来我看那个宝剑跟这个头盔啊，如果你有金色的材质，你可以给它用金色，好，或者是这个头盔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简单换一个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快速选取工具。这边拿掉，一样这边给它去掉。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多做的地方比较不会有边缘的影响啊。然后就在 Ctrl G 多这个图层。各位不知道啊。这个组成是割出来的这个啊，然后你想要再细部一点去修，也可以去修，但是其实是不用的哈。那你只要去改这个组成的颜色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更进一步的把这边的颜色给它调整一下。其实你这边的颜色的调整啊，我先给它上个全黑的，然后我就上一下，给你看一下那个。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个好朋友？图层叠加啊，可以去上，然后用笔刷，笔刷放大一点，你怎么刷都不会超过这边。先刷一下，做低。那你这边就可以用一些特，有没有啊？这样就图层叠加啊，运用这些技巧，能让我们的盾牌更有个性化一点，好不好？
这原先的啊，正常，然后你要让它变更慢，所以它就变，这比较假一点吧，让它 dark 变深一点也可以啊。找到一个适合，哦，这个不错，我这个变接近金色啊，这个变白色啊，那么差不多这样子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就一样，在这边笔刷的部分，是不是有变多半？传递。好，那你在这个图层再画一下啊，这边就被你画掉，这边就比较。边缘的地方啊，这样就可以上深色边缘的地方啊，有没有？OK 吧？啊，那 eraser 一下，这边就eraser 啊，就可以修一下这边。啊，整体上来说，这样就差不多 OK 了啊，然后存档。一样存给他哈，就是叫 BNG 啊，应该是存成 BNG 啊，所以你就存成 BNG 的去给他，对，就是这样，那就存档取代它，很确定就 OK 了。好，我把屏幕玩到这边哈，然后回到这边，这张图再亮一下，这是我们刚改的红色啊，所以这个叫 Red 啊，那我们就 Red。现在你在汇入的时候是 red， try again， 你先离开哦，要不然大家在这边会改名字哦，叫 red， 直接在这边改，然后你这边，它这边你会听到 update 啊，对，好，这边就有，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人给他带进来。哎，老师，他怎么还是 brown 啊？我们刚刚做的，我们看盾牌，我们的盾牌。哎，老师，他盾牌没变啊，这就是他的这个材质啊，你还没有给他带进去啊，所以我们把那个材质的部分啊，等一下带一下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改变一下啊 ，demo texture 对不对啊？你把这个 remap 啊，重新对应一下那个材质啊，那这个应该是把它带过去就好了啊。T 六，再来一次啊，你把它的，真是有点讨厌啊。Demo texture， 嗯，那个材质，好啦 ，Demo texture， 指回去它原本。Demo texture， 滴滴滴，在这边是这个吗？好，等一下丢回去啊，带进来。赶快把它丢过去吧。这边，现在只能用这个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你这样带，其实一样是可以的。好，就带 demo texture， 这也有原本的一些啊。那你把这个啊，对，再改这里啊，那我就把。这里面的模型改掉啊，在这边，再把它删掉一次，你看啊，它这个进来，这是它原本的。那你到这个 material 这边啊，这是 PNG 档，我刚改，那这个是材质档，材质档是直接读这里面的 PNG 档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材质档里面这个 select 带进去给它，就这样选，它就过去了。
所以他就这样带过去就行了。那我们回来这里，然后再拉一只过来，也还是再来一次。还有了啊，对，texture，再来一次，这边有，这边就有，OK，这边可能 breaking，有，再来一次。那听着可能要再重来一次。好，可以了，你看这边已经变了，把这个改回来了，这应该是有被动到。好了，它所以这边怎么拉就是这边了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你也可以再拉这边了，好，好吧，这边拉伸，然后。拉起，三个好，那 blue 的地方我也要拉伸，然后到了 DS，好，那只手很想删掉了，好，我们删掉吧，这样才不会一直被运打到那里。好，再来这，看一下我们那几只动，我呢？在这里啊，一动不动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初步的结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。好，下个礼拜我们就让这些人去动，拉到你们各村庄、各角落去动。那以上就是下个礼拜就我们就了结了它哈，就把它做最后的总结哈。希望大家这个礼拜都 OK。那如果还有状况，再分批再看哈。现在这些影片我都放在 YouTube 上。疫情期间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平平安安。我们开学之后，希望再真正再见到各位。好，拜拜。